老头子，表现的还行吗？今天不错啊，继续保持啊。啊，我跟你说呀，老伴儿啊，得亏我有先见之明，我这要是藏驴棚和苞米篓子，他俩非得把我翻出来不治。嗯，你看到他看那大板锹没有？嗯，那就是白天王老七拍我那把板锹，让他俩翻着不得拍死我呀？是是是，你说呀？行行行，别说了，我脑子不是。一会儿回来了，你别说了，咱们藏藏一会儿。好了好了。我说啊，继续保持镇静。行行行，好。啊！哎呀，行了行了。那个你们，老四，啊，李鹏有没？李鹏找了，驴是在家呢，没发现广坤的足迹呀。擦房也没有，上房也没有啊。啊。那啥，那个广坤没在家是吧？啊，没在家。没在家，不对呀，他跟驴基本不分开呀，驴怎么在家呢？哎呀，骑自行车走的。上哪去了呢？这上山了吗？骑自行车上山了。啊。哎，咱们这山哪个能骑上这自行车？啊，骑的山地车。啊，那也合理。是是啊，那你那意思就是他咋地都没搁家呗？啊，没搁家。那行，我俩就在这等啊。他啥时候回来？你干啥？啥时候我就在这坐着啊。你别。啥时候回来？啥事儿？啊啊，那个什么，那个俺家昨新买俩猪羔子，那放这里了。猪羔子啊，我就搭嘎边儿。咋还坐疼了呢？那你坐的那不就疼了吗？那啊，广坤没在家是吧？啊，是。没搁家。是，我知道。啊。猪羔在家呢。啊。那行，那个如果广坤没在家的话，我们先把猪羔带走。这干啥呀？你不找广坤吗？我是估计把猪羔带走了，广坤随后也就到了。那不行，这老四，搭把手来。哎，你干啥干？你干啥？这广坤不在家，那我说那不算呐。那你把猪整走啥意思啊？你说不算，我说算就行。那不行。你干啥玩意儿？听着，我先研究，咱这猪咱怎么吃？咱怎么研究一下？你吃过酱花鸡没？我说是猪，你老往鸡唠啥呀？不是，就是把鸡上的糊点泥放火上烤。一扒开，连皮带毛全下来，烤全猪啊！啊，行，走，来，这烤这么点猪，你给我吃肉啊！哎呀妈呀，老头子！哎呀，老头子！哎呀，没事儿吗？哎呀，我就这两根头发，你又给我整掉几根了？该怎么给整秃了呢？这小丫还藏筐里了呢？摔上了呀！啊，刘总，怎么的？广坤，你行啊？怎么的？啊，你们俩多损！还要把我包黄泥糊上，那还把我烧烤了啊！刘能，你来干啥的？我是代表村里来抓你来，知道不？你是干啥的？你代表村里呀？啊！我你装什么装？我装什么？你少废话！你赶紧你俩给我走，听着没有？赶紧离开我家，早走算你便宜，晚走别说你走不了，听着没有？你废什么话？别给我比划！你动手是吧？你走！哎，你动我！我动你怎么的？你动！你赶紧动！就削你！你削你！你先把我！哎，你咋？哎呀！行了，你这下手也太狠了！哎呀，是我还没见过削我的人呢，没知觉了！哎呀，完了！哎呀，完了！这车是废了呀！哎呀，前脸没问题，现在是保险杠干弯了，这保险杠。广坤，你也下手，你太狠点了。我们是去村里办事，你干啥一管脚给保险杠磕完了？哎呀，快走！不是，你说这人，你说你这以后后半生不就废了吗？哎呀，你说他废了是一点养活还是你养活？咱整清啊这事儿。老四啊，那个刘能，能起来吗？真不能动了，肯定够呛了。没感觉呢，我呀。不是我真不是诚心的。不是，广坤，咱也养养这到底他后半生到底是你养活还是一田养活？咱是整清吧这事儿。那什么，我错了。你干啥，老头子？我认罪伏法啊！把我整村里去。这怎么？咋
咋样？认识小弟自个儿进去了吧？啥玩意儿？你是忽悠我？你给我少废话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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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